到饭店又来了我们的躲猫猫。我当鬼，给你们30秒，预备，开始。我进来了，我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他们。他们会躲在哪里呢？有没有躲在厕所里面？吓死我了！还有哪里呢？我发现鸭米妈妈了，这边是不是也有躲一个？嗯，这是镜子哎。嗯，会躲在哪里呢？嗯，会躲在哪里呢？嗯，会躲在这里吗？这里有没有呢？没有。啊，原来是躲在这里，我发现林地新亚米了。林青安娜会躲在哪里呢？躲在这边吗？你让看，林迪安娜会躲在这边吗？哎，每次都是林迪安娜消失了，林迪安娜又消失了，林迪安娜到底在哪里？嗯。嗯，噔噔，你起来。嗯，噔，林青安呢？林青安呢？我要地毯式的搜索了。林青安呢？在哪里？你到底躲在哪里？哈，你躲在这里。我脖子好酸哦。这一次我们的躲猫猫又认真是林迪安娜。我们这一家饭店是什么名字？就是乐意